来，我们知道呢，那个 Tn 的 formula 是什么呢？我们知道 Tn 的 formula 是 Arn 减一 for GP，所以它现在有一个 GP，然后它的那个 A 是这一个，我的 R 是什么东西呢？我的 R 是我的后面的除前面的，OK，然后我把这个 T 上去，这个 T 下来，所以它会变成那个二分三乘二，然后月减，所以它拿到一分三，所以我的 R 是一分三，然后我的 A 是三分二。所以我的第六个 terms 的情况之下呢，我的 T6 就会等于AR power 5，A 是那个三分二，然后一分三 power 5，OK，然后我你看它就是三分二一分三 power 5，计算机按一下它会变成一分一六二，然后它现在要的是 Tn 第 n 个 terms 的情况之下，Tn 就 Arn 减一，然后我的 A 是什么东西呢？我的 A 是三分二。然后乘以 R，R 是什么呢？R 是一分三，power n 减一。OK，这个就是我的答案。OK，这边这样。然后可是我刚刚只是拿到这边三分二一分三 power n 减一。然后可是在那个参考书，它还有再继续把这一个东西变下去。它将变下去呢，它就三分二，然后这一边它就有一分三 power n，然后再除一分三，OK，so 它这一个东西就会变成这个除下去，这个乘上来，所以它就会变成那个一分三 power n，然后它这边就有三 power 二和二，所以它会变成一分二三 power 二减 n 这样的一种东西，OK。